你要去找伊，静静静嘛。一个先要顾虑你上爱人失踪，第一时间你无去找伊，等到去找救援，真正够你滴啦。啊，不过这条证明，你无够爱静玉，甚至，若是你去知影静玉甲万条万是白阿囝，当时你会对你妈点头。 放弃禁欲啊！陈明耀，你专工走来遮骂人，现在无像你家己讲安尼去现救援，莫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啊！我一定会。啊，不过，你若真正跳出禁欲，你得看清楚。 你今日这个囝婿是真正爱静玉，还是爱伊后头厝？你是后辈啊！若无你去找伊啊，莫有伫遮废话啊！你去啊！哎，好啊，莫安尼松绑啦。信贤虽然冇责任，啊，不过爸人袂用解决代志啊，你较认真啊，好无？ 陈文瑶，好啊，你可差不多诶，有话好啊讲，莫去甲动手啊。行啦，其实嘛，应该陈文瑶啦，是阮信贤先动手诶。信贤，陈文瑶是金月阿兄呢，你甲人小辈放无去，做阿兄着急。 这是理所当然的呀！照你讲，你应该甲镜头回去的啦，唔是哦，甲人去甲动手应罪应罪。我唔对啦，我真讲你是无心呢，运气唔好，啊，不过还是有责任，无怪你，是咪怪谁？ 我有责任的，我看是根本就是一个淫婊，一定是有人挑拨伊失忆这个意外，想要把这个害死。你讲有人要害死静玉，有假，不然真复杂。你是不知影有谁在暗中计划啥？你莫牵拖着阮有假哦！ 我看这件代志根本就是罗家凤设计的。你先讲啥？敢不是？伊就知影静玉是无可能登去伊的身躯边，所以伊就假大方签离离婚放弃静玉。啊，不过伊心内真唔甘愿，愈接近我静玉要结婚的日子，伊就愈怨妒，所以伊就跳过伊设计这意外，想要静玉做伙死。 你卖想行动就是自负，家宝，跟我改一下课，嘛唔敢只有受到伤害。你根本无了解家宝，你对静玉的感情，唔是一种自私人的体会。我怀疑这一合理，若无是安怎，我甲静玉，唔管去个倒位，罗家峰就伫个倒位，甚至是跟伫阮的车后边。哦，我有听阮丈人讲。 你迄个时阵甲罗家峰是坐伫同一台车的，伊好像就讲要去找陈长胜，啊，不过后来伊无去，伊走来滚中文啊，看起来伊有真侪秘密是你唔知影的，所以这意外一定是安排好势，伊就是想讲，伊若是无甲金玉做伙死，伊就要搬一出英雄救美，甚至是，伊真有可能想要害死的人是我。 你这也是愈讲愈过分嘞，家父无可能做这种代志。陈文瑶，你莫想遐长，阮是静瑶爸母，信贤是伊的未婚夫，阮才是上要紧静瑶的人。就算要嫁是信贤，嘛轮袂到你。曹远，你和伊亲门大户来找，嫁是咱囝婿，这想什么体统啊？
你这样的人还抓准，你多怕他。阿文爷，昨天说我们站在你就不一样，最不关心真的是相同的，现在在这怪东怪西也没意义了，我们才会尽全力继续找人，也会调查意外发生的原因。若是我发现有人在变鬼，我绝对不会放你走。难道你想会记得今天讲的话？还有，万一境遇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绝对不会无心牵手。请客，请嘛。我看那个陈文瑶是因为伤过着急，讲话才会无站直啦。你莫甲伊计较。我知道啦，但不是看伫个，伊是真正要见重要的份上。拄则我嘛无可能容忍用一种态度甲我讲话。是讲请嘛？那陈文瑶个性很马甲呢，你一点仔都袂生气。等到他伊讲话，我真正替信贤感觉足唔值的。我当然嘛生气呀，啊，不过咱继续甲伊冤落去，一点仔意义都无啊。回去了，伊即卖离开就好啊。信贤，确实是因为你。才会发生意外。啊，你哦，都唔通伫遮气噗噗，干来还怪别人原谅。该咱担的责任，咱赶快爱担。爸妈，请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找到静月，该平平安安带回来厝。外口有人提酒袋啊，酒里卖，应该不是诊所的人，赶紧离开。扫把的所在我拢敲过啊，完全无人。应该是摕着药走去。刘家峰。我跟吴信贤订婚的代志，
会感觉丢丢的原因，其实是因为你。我想要加争取一挂时间，来了解较早我到底是有偌爱你，才会让你到即卖一直无都搞放下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正无都安心接受有信心的追求。只是讲，不管安怎决定，当时还是太过自私啊。为着要顾全我家己的想法，等到事翻头，去伤害刘信贤啊。我嘛讲过啊，以前拢是你煮物件给我吃，我哪知影煮物件啊？还是因为这几年啊，应付生活才学的啊。你莫失志啦，我相信你一定做有出头的。总有一天，一定会当恢复恁老家的光景。多谢你对我有信心。你不是同款对我嘛做有信心的？刘家峰。嗯。其实。你答应要成全我，陪我去办离婚。上主要就是惊讲，别人会提我是已婚的身份来咧攻击我，对无？其实对迄当阵开始，我对你的想法都大大咧改变啊。姐，虽然我一直想袂起来咱的过去。还阁特别，若看到你的艰苦的时阵，我咪感觉心足疼。所以我想讲，是毋是会当加争取一挂时间，加了解你一挂，看免时到我做出错误的决定。你敢决定？啊，既然你拢讲出嘴啊，我是绝对无可能让你反悔的机会啊。其实我有甲吴信贤讲啊，我甲伊的婚书想要暂时先按下，莫遐尼赶紧。然后我就出意外，想袂到你竟然跳出来保护我、救我。所以罗家峰，你是真心爱我的对不？我实在不知道要怎麼表达我现在心情多欢喜的。金玉，我绝对不让你失望，我绝对要把属于咱的幸福再一次表达回来。也不过你可能还要给我淡薄时间，因为我还要处理我跟我亲生爸爸那边的事情啊。尤其你有讲过，咱五年前出了迄场车祸，真有可能跟阮爸真正有关系。伊是无法的出事者，我会继续找证据，把真相找出来。金玉，你想不想我哩做？即卖上重要的，就是甲巴肚食好饱，想办法离开这。啊，若无长一点人，来过来再找麻烦，要安怎？到时阵就麻烦了呢。嗯，金姐。